世界有够忝的，哎，你把椅子拭拭嘞。飞啊！你去头前吼，替我买一罐蜂蜜奶茶。啊，蜂蜜吼爱鲜奶一罐，啊，冰咖爱蜂蜜一罐，哈。哈。嗯。啊，我伫讲话，你拢无伫听是？蜂蜜爱鲜奶一罐。好啦，我来买吼。想袂到 Eric 会有这么听我话的一天，会当安尼对伊发起发倒，实在有够爽快。唉，我真正都唔感受伊个，虽然无水命，我就希望伊刷落来的人生哦，会当一切平安、幸福、快乐，卖阁提许话无呀。嗯啊，你希望，我们大家拢安尼希望啊，希望小雨当赶紧哦平安出院，甲浩宇哥过幸福的日子。也将我那个贝贝哦，那像我拄着，破龙天也无法度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哦，看开上天公伯拢甲你斗相共哦，今仔是直接甲人送到你面头前，要看你表现咯。妈！你是创啥？少年这么叫你痛苦，到底病？你这嚣张阿婆杀人凶手，你给我心情你也死假哦！是啊，搁买物件买到这样欢喜，我讲恁两，到底有啥物本？相公我是杀人凶手，啊相公我买物件买到这欢喜，恁两个搁要做伙去看眼科啊？这种袂见笑话，你嘛讲会出嘴？本来就是啊。我买物件爱开钱，我足心疼，安尼那我哪有欢喜啊？啊，若是杀人这件代志吼，明明就是杨秀英甲你挂落，那我有啥物得啊？一条宝贵的人命，差一人互你毁掉，你拢袂惊？敢讲你拢无啥物感觉？嗯，我真正啥物感觉拢无呢。啊，我知影，因为吼，我根本就感觉迄毋是啥物宝贵的人命。啊！你在讲啥？我讲啥？我本来无想要讲，杨秀英拢去想破，唔知影何贵人情过，而且佫漏听两届。哦，我的卡佫卡一届，只是我唔知影尔。那呢以后伊敢佫说会出来？只有我到位，敢若你讲会出嘴诶？王乐贤，你嘛是佫再嫁？啊，那你蔡明慧，虽然你是新婚啦，啊，唔过迄颗杨丽艳哦。嘛是啊，梁素如无爱爱，才会轮到你啊！哦，恁三个有共通点呢，男的是不是叫做物以类聚啊？你别怕，你别动啊！我是为着你好，我跟你讲，这世界哦，拢是监视器啊！你俩尊公，我也刚好监视器去掉，你别不给，是你先动手，是我先动手，忘掉啊！啊，不过你若是人手，安尼咱就是叫富翁；你若是要顾，安尼富翁就歹顾的。啊，不过若是我怕你，你无动手，你会当提监视器画面去告我伤害。你有证据，我一定会定罪啊。为你，我已经跟你讲啊。嗯，你若是选择要怕，你就来啊。看是要告伤害，还是富翁，我拢无意见。我一定会去告你伤，爱你付出代价。好啊，你紧去啊。啊！趁你今麦面哦，足小哦，足红呀！紧去找警察。别啦，你想怎？因来甲你拍钱，因两个斗一拍，小村子，我甲阿五等。卖看因啦。别啦。好，对啦，听我厝够富贵啦，十波人哦，就是爱听太太的话。王乐先，去三个碎配，我一定会去告你上海。我嘛会叫律师哦，加重你的刑罚。死狗，就算讲你过来，无冇路用啊！我三个碎配是偌大罪啊！啊，搁再讲，真贵。叫监视器啊！多余。我讲有你的上心。你，这种傲包向来会响啊！啊，只是哦，想要跟你同款，袂见笑。李伟强。
恁两个，我绝对来帮你抓。没了，不要紧吧，快点变付钱。是跳钢打阿龙，刚想要查台湾的名牌。较拜托，你遐粗俗物件，你要送我，搁无爱？唔对啊，那你唔是应该伫遐看守所？像你这款违规闪躲的人，阿法官都应该予你关到死。你想哪会当出来啊？我想哪会当出来？高保的情绪，你应该比我了解啊，神拜。你叫我向神拜啊？那规身躯的案件一大堆，你拢会当出来啊？我想那袂大。嘛是啊，法官确实无应该予你关伫个内底，就应该吼，甲你刷去动物园，啊，予大家看卖，什么动物叫做衣冠禽兽，一面兽心。张淑仪，你敢知影抓到我的下场会是啥？杨秀英就是血淋淋的案子，伊即摆规身躯瘫痪，都伫个病院内底，刚讲。你嘛想要改同款？你讲杨秀英全身瘫痪，所以即摆声音就是你害杨秀英对无？原来你唔那目睭无好，你耳孔嘛有问题哦。我对杨秀英哦，啥物拢无做，是因硬要甲我抢通，伊根本哦就拍袂起通。啊，不过伊就是唔放啊，伊是家己跋落的，所以哦，这是伊受到的报应。好笑！你讲杨秀英跟你抢丁浩宇，丁浩宇也无介意你啊，伊也不是你的。你敢知影浩宇跟你初恋情人是张淑仪？你讲啥？许多新来报？对，浩宇跟张淑仪情的，伊对张淑仪的感情是照顾照顾，以后才放下，你才受爱。伊的心肝内根本就无你的位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认为托尼是你的？你俩这到底像？你只是比我较早识才通。迄个时阵，托尼还阁少年，恁呐也只是互相取暖，还根本不是爱。哦，所以你嘛知影丁浩宇的丑乱习惯，不怪你也叫我神拜。那你看我刷我去神拜家里。啊，是要安怎做才会当予丁浩宇为你痴迷？啊，当初当年对我安尼同款啦。张淑仪，你真正足袂见笑。当年哦，甲恁当年的迄段当作是上见笑代志。啊，唔过哦，你连头一关拢过袂去啊！毕竟你即马是人妻。哎，我抱歉你啊，你妈呢这样袂肯咧笑啵？啊，你的身体啊，甲阮重新粘掉的。啊！你的心啊，黏掉的丁浩宇。啊，不过你的新婚前配偶人可是 Eric。哎，无喏，阿贝哥哥，我你是跟屁虫哦。啊，那我改一下，你都被打上甜条诶。虽然讲你喊我一声神拜，啊，不过你嘛是要有高级 style 哦 ，OK？ 张淑仪，你敢知影你这么种自以为是的模样，真正足好笑。你敢有听过一句话，叫做“马不知脸长”？许宗信，你看他怎讲，也是律师出身 ，Tony 都搁较唔免讲啦。伊是吴天成甲温福林生的囡仔。阿弟，你顶只是一个无读册查某囡仔，恁的身份差这么多，你介意因？因敢有可能介意你？贝哥哥，你这人真正贝哥哥呢？我跟你讲哦，你今仔日真正是打着我的底线。我像查某囡仔，我跟你讲，查某囡仔气量足大，我都予伊知，查某囡仔怕足痛。跟你讲，你对人讲梦想，马不知脸长心嘛。我跟你讲啊，还白吼，气量我足大，你查人嘛就掉，我跟你查人嘛就掉，查人嘛就掉，我跟你讲。你给我笑笑，你给我笑笑，你给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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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给我笑笑，查某我都笑好你看。你别走，贝哥哥，你别走！
代志啊。爸爸、珊珊、云飞，啊，都有浩宇，今仔日都来送你啊吼。这个所在，就是爸爸之前答应要送给你的小花园。以后你就伫遮，好好休困，好好安息。以后我们大家都会常常来看你。安琪，虽然你的人生充满真多痛苦，甲无得挽回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卡在最后，你有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我希望好事啦。去一个好的人家，有一个美丽人生。安琪，多谢你最后救爸的命，我真正就感谢你。嘉哦，有几啊张病医要给你的感谢信，拢是遐接受你器官捐赠的人写的，阮念给你听好不好？你好，我是接受李彦强的人，多谢你的大爱，让我重新看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我保证，一定会好好啊善用你的这份礼物，去甲看侪人到三江。多谢你。你好。我真正唔知爱用啥物方式对你表达我的感谢。正经我唔知影爸的人生，唔知影珍惜出来的人，因为你，给我一个新的依仗，让我会当重新做人。我真正足感谢你的，我会做一个好爸爸、好翁婿，好好我爸第二届的人生。你好，虽然我无认识你，啊，不过多谢你把心脏捐给阮妈妈，让我无变成一个无妈妈的囡仔。阮妈讲哦，伊到天顶做天使啊，你一定是一个最有爱心的人。我要画足侪爱心给你，希望你伫天顶。哎，当得到我的爱心。安琪，我原本阁俩准讲，咱今仔一世人过这么侪冤仇，可能到死拢无半个人来甲咱送。啊，毋过今仔有人咧替你落目屎，阁有这么侪人会记得你，感谢你，你一世人。有记得啦，阿英，小英，既然来啊，就过来了，咱们坐下来上安琪。你是安琪名义上的最后一个亲人，你来送礼，应该真欢喜。啊，看到安琪这款的结果，你心内应该是有一寡改变啊！哦，那个尾啊，变成跟安琪同款，还去坐家，失去自由，才会当忏悔。欧巴。